Hello，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。迷你世界将要更新新版本，在5月19日会上线火山地图。你们看，火山地图有岩岩蟹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岩岩蟹和谁长得最像呢？没错，就是抱抱蛋。你们看，他们两个在一起的合照是多么的漂亮啊！他们简直是亲兄弟啊！在新。版本中会上线火山地图，这是一个地形啊，就类似于我们高山地形、雨林地形、海洋地形，它属于火山地形。我觉得前往火山是应该需要制作地心传送门的，它可能叫做火山传送门吧，不知道究竟是叫什么传送门呢？这个呢，只能等待我们官方大大的更新啊。我们看到这个火山地形中啊，下方呢也是有很多怪物，但这些怪物给我的感觉他们非常的眼熟，好像就是我们地心世界的怪物。难道火山在地心吗？同样是有岩浆。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岩岩蟹，这是没有被驯服的岩岩蟹，还有一点害羞呢。点个关注，下一期带你驯服岩岩蟹。